突然觉得我爸爸怎么那么瘦，怎么变得这么瘦了呢？现在我们要不要演练一下走红毯的内容啊？现在啊？对啊，可以啊。我今天穿的不大正式，算了吧。没关系的，新娘子的爸爸可以在这边挑几套西服，我待会儿可以帮你们一起拍张合影，挑几套吧。你去吧去吧，免费的，随便试。去吧，林老师。你挑两套。啊，我看看啊。那套蓝的可以吗？哎，谢谢啊，好。试试，别送信。那免费的，我就试试吧。好，试衣间在这边。去了啊。嗯。怎么了，笑笑？我就是。觉得我爸爸怎么那么瘦，怎么变得这么瘦了呢？